叫什么？对，你要碰到对，啊，第二个，第二个看这里，利用这样这个洞哈，脚勾起来，手这样，这样，也是上下哈，好，不要做太久。再往下压，有没有看到往下压？刚刚开始做，非常不舒服，因为腰椎这边卡住了。越做，拉的角度越大，越做越舒服。哦。第三个，利用我两个扶起了，利用两只脚的摆动，把腰椎这边卡通。这样。牙齿这边角度很大，这边角度很小，老师跟，这边角度很大，这边角度很小，这边角度，所以你要比错谁，要靠你自己，你要去，你才懂得怎么吃，去寻找什么样堵住的。来看这里哈、哦，这个所在。手骨里面那个旁的那个不轮来的，安尼有没有找印钞上？有没有拇指朝下？现在很多人都这样，比方这样都给背开了，很多一上和上都背起来了，怎么办？不管他，到时候让他合起来。让它放松，慢慢松。从我一天等到它，慢慢，到时候下去了，拇指朝下，这样，这样。好，我腰椎是用整齐，两脚这样平平，这里碰到屁股，这样。哦，记得这边不能一边高一边低，一定要怎样？整两边平的整齐，肩膀起来。假如这边弄不下去，表示这边卡住了，这边弄不下去，左边卡住了，两边一定要是怎样？很轻松的怎么样碰到地。哦，刚刚开始可不管都没关系，就再放，期待的啊，慢慢放。你腰歪歪的，你一点皮划都了，你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拉走角度越来越大，哎，就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哦，好，接下去这个动作是最棒的。不管你是 shopping， 去爬山、去游泳、去做什么事情，回来家里边运动也好，旅行也好，回来很累，一定要做这个动作。五分钟马上恢复疲劳，后面新生看着哈，老生不看没有关系，老生都会了哈。新生这样有没有完全放松？手不能够超过肩膀，不能低于这80度哈，就这样吸气。记得跑到不用起来。很多人会这样，吸气逃啊，好感觉。你这个有帮助，你这脖子有。那这样，代表什么？头太紧张，脖子也是。代表脖子这边46条、46圈都太屌了呀，脑部一直在萎缩啊，谁重要都一马不后。你就自己做这个动作，慢慢做，然后慢慢怎样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慢慢怎样？哎，都走的路都可以啊。早晚超过时间。万一我右手比较痛，好，我就怎么样？压着不理他，或是慢慢放。
这个动作，两边都做十分钟以后，这个八髎、腰椎、胸椎、脊椎，它自动会归位，关节也归位，就健康了。马上恢复疲劳，它八髎、腰椎、胸椎、脊椎一次全部把它弹开。要起来，看这里，举起我一点神经的，去看飘的，这一手放在腋下。一、二、三，再做一次。这样呢，一腿要怎么样？慢慢伸出去，有没有？看一腿有没有？哦，一手就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滑下去。看，往这边起来，这只手下面。这脚是弯的，跟那个一、二、三，这样才不会闪到。哦，好，因为今天新生有很多，请问新生肩椎。